这个时间我们两个唠嗑。没问题，没问题。你觉得刚才这两个游戏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悟？对，尤其是粉丝挑的那些词语。没有，果然就是政教，总归是政教。好，其实说到了粉丝这些词，是你真的每次都会在微博里会看他们？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发微博其实发的不多吧？对不对？求证一件事情，你们俩真的会去看粉丝们发的私信和评论吗？真的会，真的会看。对，上次有一次特别逗啊。网易那个有一个盛典啊、然后小明哥那次是谁？小明哥说有很多地方向我学习，然后当时我没有接话，好多粉丝在下面留言，我们老王正年轻，儿女成群是不是得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儿女啊？都在你眼前了，都在面前。所以说，你有没有印象当中看到过粉丝们留言或者私信发的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话有过吗？有，比如说嘞，大家都我想一想，我在看，我说一个特别好玩的吧。我在看私信的时候，我点开手机私信，然后就会有青哥多喝水，青哥别那个记得穿秋裤，然后马上我手机就卡了。为什么？对，然后。就看手机开始刷啊，小绿哥，你果然在看，就是那个蓝是绿勾勾是吧？绿勾勾一出现，就马上大家都知道了。啊，会有粉丝给我写就是很长的一段话，还在看，刚看第一句，我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发来之后怎么会引起我的注意？用那种隐藏文字点击查看。我想说你就有查了些什么？还要按住查看，然后我就又没了。所以今天你真的穿秋裤了吗？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我相信在网络上面大家都给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祝福也好，提问也好。今天呢，要有互动的环节，还有可以说不定让你们在上面提一两个你们想问的问题，让他们来回答。我接下来大宇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接下来你要去做准备了，把舞台交给大宇，好不好？好。大宇接下来来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掌声有请。你在为他伤心。
在走红毯之前，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有
就是会照顾我们的人，但是当走进红毯走进会场，我们两个只有彼此啊，只有彼此，那个时候就相互取暖，对不对？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但是是我们俩，我可以给他看他的妆容，他可以给我看，我可以享受不好的电影，我们两个一定要互相扶持着这么走。好，还有一次，上次可能有的人没有注意到，就是酷狗那个盛典，我们从嘴唇上下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后边的路，如果没有带雨，对，当时真的是如果没有带雨，我可能直接就摔下来了。所以其实形容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你们是彼此的镜子，有的时候你们又是彼此搀扶的那一个支撑，对不对？所以我只能说你们只能白头到老。我觉得就是之前我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就是我们两个的底气。OK， 大宇呢？大宇觉得如何？他都说的这么伤感，这么温情，难道我说点开心的？就是当时啊，在我们学校，他是后来搬到我宿舍，但是之前那个宿舍门口那个小画板啊，提名脏乱差宿舍，永远都是他们宿舍。所以你是收留了他？其实没有，其实还好，但是什么晚上回来晚啊，这都是他的名，王鑫，上课不去的王鑫。但是自从认识你以后，他就回来的都不晚了。我没给你挖坑，他能找到这个坑，是这个意思吧？啊，就随你了。好，金榜题名时，接下来要玩这个游戏了。我们要说了，刚才说这个环节呢，要抽取六名粉丝，每人抽三名。但是因为刚才有两名是漏上到舞台的同学，所以我把这两个刚才也抽到的号码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两位同学先来到舞台，分别是3楼4排的22号。3楼4排的22号，还有3楼10排的30号，3楼10排的30号。好，这两个都这么快的呀？真的？你们是神助攻吧？